这叶思雅教授，教授吼，这是伊名。哎，今仔日讲宗教，啊，但是要讲宗教已经大一先讲信仰。啊，佫接落去这个周哲士讲的这吼，所以咱今仔日我感觉是足精彩。我感觉我是今仔赚着几百万就对啦。这无计，这计但是袂当记得。啊，叶思雅教授吼，伊是台大医学院毕业吼，啊来美国做研究。啊，尾啊吼，伊要退休以前是迄个费城吼，阿布埃斯坦医学院的妇产科的主任退休。哎，伊要去那边以前吼，先伫咱遮南加州大学做教授，啊，所以这边退休后，来阁转来咱南加州。啊！伊拢伫迄个奥林匹克迄个长老教会，啊，尾啊，因为宗教的这个观点足侪无同，啊，因迄个奥林匹克比较较保守个，是安怎？所以真侪迄个认识上的迄个无同款，所以全咧踮咧咱南加州哦，2009年创立这个宗教研讨会啦，啊，尾啊，这个会改名改做。信仰跟人文，人文的，所以是嘛，学问足饱就对啦。啊，伊哦，另外佫一个，伊的迄个古典音乐吼是足好的，古典音乐哦，啥物拢捌啦。哦，所以这是咱的台湾人的人才。我咱今仔日哦，看到台湾人两个人才，一个周哲士哦，啊，一个叶思雅。我知影咱台中哦，足侪人才哦，确定人要点名点袂了。哦，大家看过来。真多谢，会当来遮甲大家分享。啊，老实讲，我可能有做两项唔对的代志。一个就是讲，拄只陈慧婷医师讲，直接袂使讲宗教。啊，你看我今仔日的题目。啊，第二项就是讲，我无得通特地就张罗后壁讲，已经讲个足精彩。我可能讲拢足打数，所以请恁较忍耐咧。啊，其实是这个开始，就是差不多几个月前，我这个陈医师夫妇到阵得食到是，伊免想讲就张罗要讲尼采讲上帝死。啊，迄阵我讲我足趣味，我想要来听。啊，嘛，佫一大只。我住在后溪咧，所以有较远啦吼。嘛，尾啊，陈医师甲我讲，无你来讲一下。我头惊着，我哪会使伫后伊后壁讲？啊，总是尾来，我感觉我要试看卖。我有迄个个性，人若讲歹吼，袂使，我要试看卖。所以我要试，搁再我甲你讲，迄个题目是足大数的，信用甲宗教。啊，头想讲你要讲啥？啊，今日我是要用信用甲宗教，真正重点是伫这个，要安怎对待人，安怎伫这世间做代志。所以用这个来开始吼。啊，普通我要讲以前，就先甲你 disclaimer， 就是讲我要甲你讲吼，这是。我开始创办这个宗教研习会，尾啊改做信仰甲人文研习会。今年是第10冬啦，啊，以前是逐个月创，总是最近真侪人身体无好，要开车入去困难，所以迄个逐个月伫台湾会馆咧已经停啦，无去做。总是我即嘛要计划，要将来要用 internet， 用 website， 互大家看。啊，大家若会当欢迎，会当讲，所以我即马伫计划者。啊，这是差不多10年来的心得，就是讲两年前吼，我8年迄阵，我迄个腰真正有问题，需要大开刀啊。啊，我都唔知讲这骨落开刀煞，啥物款有人开刀好，较好有人较歹，所以我是讲到遮可能一个抗战，所以我有做一个 summary 8年。啊，足算起来是真好的医生，啊是啊好运，
我会当我买起来吼，佮继续做，所以这是从十年来迄个心得。所以毋是拢总我家己做诶，即也有听也有啥，啊有内底有掺一寡我个人诶想法佮见解思想吼。啊，因为我是毋是虽然我毋是出世做基督徒，总是买啊信基督徒基督教啊受洗，所以我对基督教的 background 内容、传统、历史较了解，所以今仔日要讨论无相关宗教的是可能会较用到迄个基督教方面较侪。啊，这个我今仔日重点就是要用客观跟理性来了解信仰跟宗教。哦，这是真正我就顶老讲的，我 absolute。同意，这也真正古早甲即嘛吼，迄个真正即个启蒙时期以后吼，迄个变化有影差真侪。啊，直接我首先甲你讲，我毋是咧批评宗教，因为我开始学即个了后，有一挂人甲阮做学点，我毋信啦。有当时啊，伫聚会时呐，一个牧师坐伫遐，看到我就行出去 ，OK。啊，佫一摆我奉请去演讲，我讲讲一下，啊，要讲前迄暗，即助理的人甲我敲电话来，讲你明仔载讲医学就好，唔通讲宗教 ，OK？ 总是我也想看迄个意见，我头一个我就讲宗教，我是讲，阮太太的老爸是张宏昌牧师，是伫台湾相当出名，啊，做足侪代志。啊，所以讲迄出来了，大家放松，就好讲啊。但先来讲信用，信用是人类可能都生出来就已经有诶。有人讲信用是干那人有尔，动物无。因为咱常常咧讲要分别人甲动物就是啥物，有一个方式信用。总是即马动物学、科学个发达了，所以无一定讲动物个头壳内底无了有伊个信仰。真古早无管多野人，拢有即个神明个观念。啊，总是照地区个无相款，因所相信个神明甲遮无相款，所以假使你若出世伫阿拉伯。可能你出世就是回教，就是安尼吼。啊，伫澳洲就是基督教，对吧？啊，伫亚洲佛教，还是讲印度教，所以可能有迄个无相款的，是嘛？啊，恁知影 Joseph Campbell， 迄是一个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总是伊毋是神学家，总是我有听到伊讲人迄个要信。这是自然，可能人的 DNA 有一种 spiritual DNA 啊，所以读者就听了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也从创作，就是有人开始讲，咱那是有这个神明的观念，讲你那个改造讲 ，in the beginning man created God， 嘛不是不合理的代志。Who is God？ 这实在是无遐容易答的。God， 伊个伟大是你无法度通用人的想象来个形容呢。啊 ，God 可能你会当讲，就是讲无论是宇宙个自然律的创造者，差不多是会当讲安尼。有一个出名的学者讲到 God， 像真出名的英国的学者 John Hick， 啊，伊古早八十岁，尾仔伫迄个 Oxford 退休，伊写一本册讲 God has many names， 就是讲你若伫遮讲你的 God， 伫遐到阿拉，伫遐到天公，啥 ，maybe has many names。啊，另外一个神学家伫迄个 New York City Union。这个是伊嘛写出么子 God beyond God， 咱大家所想的
God 可能是在重视这个 God 顶管，你要 God 可能要，所以这是上帝是啥？那实在是无法度通讲出来。总是上帝唔是啥？看这里会当讲几百条，我今日干来讲几条。上帝唔是讲具体，干那有一个solid， mass 唔是安尼。嘛，唔是讲你看会到，哎，还是顶摆讲的，还当佮接触着。所以你若讲我要来找上帝，你找死人也找无，因为你都无迄个骨体。啊，上帝唔是佮人相款，呀，拄只迄个 creation， 迄个图，上帝是佮人。啊，伊 basically 就是讲对圣经讲，上帝用伊的形象做人。所以嘛，唔是讲有目睭有鼻有嘴，这啊，上帝袂当代替你的父母。我是感觉足重要，有你感觉讲哦，得敬拜上帝，然后父母拢卖管，对父母足不好。啊，来滴礼拜堂啊，大声细声讲啊，阿爸拜上帝，讲啊足大声。我是感觉这是对我讲是虚假。啊，那今日呢，无听到个咧请愿。啊，上帝嘛，唔是无限公司的老板，你若有要提啥，跟上帝求，上帝都好咧，无可能嘛。啊，上帝嘛，唔是改变自然论的专家啦。自然论那有安尼条运行，你有自然有迄个规则在行。啊，你若甲基督上帝讲，敢若有一个人掉眼。啊，咱大家替伊祈祷，当然迄是精神上的 support， 我是完全赞成。总是伊若讲祈祷叫上帝，讲伊的病例，结果甲变过，那有可能？这是无可能嘛？啊嘛，唔是这调解纠纷的啦。这有影？啊嘛，唔是讲要托班来人间。所以昨有一个人讲，我昨暝上帝来跟我讲话，还是昨暝上帝派天使来跟我讲话，那是一个人伊所想的呢。总是我是认为讲，咱在讲到上帝，唔是这款的。啊嘛，唔是讲的，干那较听一个信徒，还是传教者，啊无听也一边，拢总唔是啦。所以这讲拢讲不了啦。所以 etc. 这是我对这个上帝的观念。啊，而且每一个人拢有无相款的信用，信用是主观的，啊，佫足复杂，所以每一个人拢无相款的信用。咱敢那只咱这几十个大家来讲，咱每一个人中间拢有无相款。啊，那对历史上讲起来，有一个真好的例，咱讲基督教是对耶稣来。耶稣奉定十字架，那是差不多公元后差不多三十年左右。到甲讲罗马帝国开始，康斯坦丁开始接受那个三百几年，差不多迄个中间。你想讲圣经写的，迄就是迄个中间大概信的 ？No， 你若对你的想看嘛，无可能，因为迄个是耶稣教育学生出去传道。啊，传道迄个时阵，听的人，大家拢无什么知识。啊，你要听到遐，你变怎写出来？啊，我最上简单就是讲，你写传到迄个，咱知影讲，咱在 play game， 那我安尼是他们，到尾也拢无相款。所以头迄三百年中间，迄个争论足大，无相款意见，有人讲是。耶稣是神，有人讲耶稣是人，有人讲耶稣是神还是人。干那这都到今仔日也未过。啊，迄阵我用一个例来讲，迄阵这个康斯坦丁开始信的是，伊调集一挂 bishop 主教来，伫耐心呢，即马土耳其所在吼开会。啊，迄个时阵伊想要讲统一。要一个经典，迄个时阵两个主教上强的，一个就是 Arius， 啊，一个就是 Athanasius， 啊，结果是 Athanasius
得到。阿瑟那时候认为讲耶稣是神，哦，啊，这个 Arian 是认为讲耶稣是人，有在讲做好代志。啊，结果是这个 Arian 是去用拍到人工啦，不过无错。今仔日你若去查，世界无上所在，要有这个 Arian 这个团队的方法。所以你会了解讲，这信仰足复杂，每一个人无相。所以对我讲起来，上要紧是讲有保持家己信仰的自由。啊，我嘛捌读着册，英文即作家讲，唔是 I believe， 是 I choose believe。迄是每一个人有迄个权力通来管我的信仰。我捌拄着一个基督徒讲，做长老的责任就是要保证讲所有的会友大家信仰完全相款。That's impossible。啊，信仰有受着历史、地理、文化背景的影响，咱就知影讲人开始是伫非洲的东部，是啦，唔是伫伊甸园，伫迄个 Iraq， 唔是伫遐，伫遐则慢慢啊出来了，跟那传个世界每一个所在，所以每一个所在开始就因个风俗文化传统，佮那到迄个信仰个 idea 就是有迄个信仰。啊，每世界每一个所在拢有因个创造论，呀，即个圣经内底写个毋是干那 Christian 单独个，因为我也捌看到讲对别个所在有讲出来作成个。啊，我会记我迄阵佮迄个艺术会。去瓜地马拉取经，啊，迄个时阵，人家讲遐有一本册，就是因遐个人啊创作，好多八宝物，啊，我有买一本登来，迄是遐收入甲翻译个，伊嘛是讲上帝上头啊，用土做人，啊，比啊河路啊，土拢用去，我安尼摆，我即马爱用茶来做，啊，用茶来做人是当然袂用去，不过这茶足大。所以这款讲法啦，啊，去阿拉斯加嘛是另外一个讲法啦。所以这个拢总有无相款的，咱都要了解讲这个地方性无相。啊，信仰要跟着随时代无开始的演化，就在讲你迄个 enlightenment 了启蒙了，有影规个拢迄思想拢变过。所以我的点是说，现代的人不能盲目完全照自己来信这个几千年前那个人类所信仰下出来，咱也要有现代的人那个头发去了解信仰这个跟科学这问题很长，所以我刚才简单说信仰是主观的，无具体的证据可以来证明，啊，科学是具体，你要证明才是迄落，才是讲真正。啊，信仰甲科学本质无相款，所以袂当互相来排斥。啊，信仰甲科学会当共存啦，会当无，所以我是认为讲这两项拢要紧，袂当讲我一项，你迄个要求就甲撇掉。即卖讲到宗教我头一个，宗教是人类的产品。可能我讲的较敢讲，总是真侪人无要承认这宗教是人做出来。你若无人出来，要哪有宗教？宗教是人将信仰甲体制起来，就像你信啥，你爱有一个制度，有一个啥，啊，体制头啊爱一个组织。我所在敢若讲天主教，我等。各起嚟，各起嚟，起嚟，起嚟，起个上顶官主教，这是个组织嘛？啊，你信仰，你嘛都要叫你讲出来，讲你的信啥 ？Credo， 信仰告别，我是信啥物？啊？啊，信仰你要安怎从爱礼典的形式，这不一定跟那基督教，这无相款宗教拢会当 apply。
啊，信仰爱为迄个册，通安尼读 Bible、Quran， 也是讲佛经。信仰爱有一个法规，大家爱照迄个步来。所以这是变作跟咱人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组织嘛。啊，另外一个宗教来这個。背诵这句话，你若无照安尼做，上帝甲你责罚。啊，是讲，跟咱日本时代讲八戒大罗，哦，你若无照安尼做，你会犯法。啊，真侪人跟咱囡仔惊，就那惊，我就缀人行。实在是宗教的原因，是为着要维持人类的伦理道德和谐公理做出来。这是足好，宗教就足好嘞。阮迄个塔萨不拜请摩门，迄个牧师来讲，哦，伊讲摩门，我条条，伊讲得足好啦。在美国人这个地区相当有地位。啊，伊讲摩门是有影一寡。规条啥个，啊，大家拢遵守啊，大家拢足爽快，大家拢感觉讲足好。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宗教的好的方面。啊，宗教内底加减爱有一挂 myth， 啊，神秘的部分，所以互人较容易会当唔免去想着爱去相信。总简单就是讲，耶稣是出路，是讲正。啊，也是讲佛教，嘛是有迄个一寡迄个 story。总是上大个问题就是宗教在哪叫一寡有野心个来，人摕着用迄宗教来要来控制别人，要尊重家己个迄个利益，用心理控制别人是上有效。咱拢经过，我是在恁较少嘞，我咧政工制度足惊人个，啊，我嘛不叫用记学点嘛，所以我想说无出国袂使。啊，那有野心的暴君啊，是政治家，定来用宗教来去达到家己的志愿。对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康斯坦丁讲伊做梦，我想。迄是我个人是想讲，这个做法就是伊会当控制迄个罗马帝国。迄是我个人的看法。历史上有真侪个啦，用宗教去杀灭对方。你敢若对方伊若讲这个人不爱你，若不爱你，就话讲是异端，啊，将个杀灭。这个上大迄落个就是圣女贞德，你著知影嘛？John Locke， 伊唔知有啥物灵感，爱去拍，爱去会当去拍到英国边，总是隔壁异端向消息哦。我有去迄个城去看，迄个所在啊，历史上上残酷的战争，差不多拢是对宗教引起的啦。啊，其中是一个上出名的，就是三十年战争。这是在欧洲1618年到1648年，那是新教和旧教拍，明明拢信上迄个上帝、上迄个耶稣拍，啊，伊来自思想偌济，啊，最迄个报纸写6000万，啊，600万，呀，我另外就是来看800万，讲迄个数啊比德国二次大战。迄五年内底，就是在死的人搁较侪，啊，为着啥？为着先教较旧教，得钱。这啊，即嘛，还佫真侪所在，就是讲，你若无像吉诺赛啦，是讲 ethnic cleansing， 还佫在进行，这是足可怕。啊，你若为着这个信仰来拍吼，我们拍袂完，拍个死。啊！你若为着利益，有当时到尾啊，我偌侪钱，甲你讲讲就煞去嘛。所以这是足大个问题。啊！我是就问讲，每一个人爱有信宗教的自由，唔通强迫别人信你个宗教。我信的迄个塔萨是
绝对无请人来传教，拢总无。啊，我知影讲这十年来开始，什么人信什么教，到即卖还阁相款。啊，伊若要家己改，迄是伊个代志。我大家拢有迄个自由。我内底哦，拢无相款宗教的人。啊，大家斗阵会当讲讲啊，足好势。宗教中间无相款宗教，应该互相交流对话。这个就是我要设立的塔萨的原来的原理，就是安尼。还要讲世界上无迄个上好佮上歹的宗教。哦，你知影我上出名的达赖喇嘛，就有人佮问讲是世界做一个宗教上好，伊讲世界上下你家己的，就是对你讲个上好。所以你袂当讲我的宗教好，恁遮拢歹。我是正教，恁拢邪教。我是无相信讲会当安尼讲的。要紧就是伫遮宗教，对遮宗教，我互你 background 来讲，伊教咱几个教育教是，这就是阮差不多十年来讨论所学到的。第一是智慧，智慧是。咱上帝赏赐咱，会当讲创造者赏赐咱这个能力。我的丈人对我影响足大，丈洪昌牧师，伊常常在讲，讲智慧是上帝给人人类的本能，大家好好去利用。唔能讲拢卖想，你啰像有人讲要，我会记有人去问一个基督教，讲我在圣经读无，伊讲读无，你信就好了，啊信再去读。哦，先买票再先上车再买票啦，安尼啦，唔是安尼啦。啊，我是感觉讲，这是我个人啊，啊，你可能有人反对。我是感觉基督教以外，其他的宗教拢鼓励人爱增加智慧。迄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讲圣经创世纪，食到迄个禁果，上帝派来从亚当夏娃赶出来。啊！迄、那个禁果是啥物？智慧的果。安尼，对上帝无爱人有智慧嘛？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我感觉智慧是最要紧的。啊，真正即个启蒙时期以后吼，上基本的原则就是 reasoning， 爱有理，人类才有进步。啊，迄个时阵有足侪人开始，毋知有 Copernicus 啊，即 Voltaire 啊。看足大声嘛！啊，就是 Copernicus 引导我捌去，那是波兰。呀，我捌去啊，即马有电脑面物件。啊，信宗教爱用 reasoning， 唔是讲大行拢推个掉个掉。你爱了解迄个宗教的 background 吼、哦，啊，你迄个爱了解迄个意思。你即马读圣经，唔是讲照自己读，就能个记起来。也是讲不经自己自己读，啊，基督教差不多两百年前开始，有一挂学者开始用一个讲 biblical criticism， 就一挂学者去研究圣经，再讲这个圣经写这个代志是什么款历史背景写出来，啊，即卖内底有多一项。伊敢若讲耶稣讲啥，耶稣讲啥，因一挂学者去研究讲耶稣讲一句话是真正有可能，还是可能，还是讲无可能，啊，拢无像，啊，伊就出一本册，或者，名都袂记，对啊，这么出版你会当看，所以这个代志你何里会当想？啊，我相信讲咱即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你太会当搁走去过早，讲唔免想啊。第二项就是讲爱有贴心。我相信基督教的上基本就是这个贴。耶稣的你啊，迄个新的改变，那啊，其实世界。所有宗教拢在教人爱三听。我会记得头一摆，我咧塔萨去请回教的伊玛来讲的时阵，伊嘛是讲因回教叫这信徒拢爱三听。
啊，我就一个人问啊，无你就医，你是你咧创啥？伊讲迄个是做极端少数。伊讲就医发生的是一挂教导来拜堂讲，咱信的这个佛教徒还做迄个代志。所以你咱唔通误会别个宗教。除了疼家己个亲人朋友，爱疼世界、人类、动物、环境，这个是足真讲好讲，做无都都好做啦。啊，迄阵迄个伊嘛讲，大家咧讲，后别人啊受苦人个心不死人啊，伊讲应该 empathy， 可能讲你要 get involved 伫伊个 suffering， 吼、哦，你这我都真正讲。表现你的疼心，所以这个疼是最要紧。过来就是帮助别人 ，altruism。咱伫这个世间，唔通讲干那为着家己，咱爱为着别人，那会当做，啊，无需要去求迄个报酬。这是我感觉呢。我退休了，我讲我要有这个精神。我要有这个能力，我们开始在台湾会馆开始 active， 就一个就是这个宗教会，佮有一个就是阮太太是读音乐，啊，我足爱听音乐，所以我伫台湾会馆一个月开一摆音乐欣赏个，拢是第二个礼拜日，下晡下到七点到三点，啊，第二个礼拜日，我已经第三年了嘛。第四年，三年煞，这进入第四年，所以恁若有机会 ，welcome。啊，我们认为讲，恁若真正有这个好处理人、利他主义的人，就是已经是天堂，还是讲是天？天堂是天，唔免出去找，是伫遮。在世的时候，对别人上要紧啊。我是认为讲，后生。我后生后出世要创啥？讲你即马你若死了要去倒位？对我讲起无要紧，我是感觉这个事伫遮，咱做好代志，为着别人做，上要紧啦。所以我是鼓励真侪人讲退休了，卖讲无代志，会当去做。我有一挂朋友在讲做Meal on Wheels， 你知影迄个有一挂老大人无通食迄个一挂人做。做迄个名气有食，我嘛不，迄阵参加 Rotary， 干那迄个 Holiday Christmas 迄站吼，因为在上海人爱休困，所以我的 Rotary member 去提，我干那会记得讲，我去啊弄一个门开过，老婆啊出来，迄个笑面，我永远袂记，我感觉讲迄是哎呀足好的代志，让为着别人做。加上这项。Letting go， 这好讲，足无好做，啊，这是人生足重要的教训。那耶稣是讲爱下边敌人，不教是讲爱无我，你爱袂记家己，哦，这是个 forgiveness reconciliation， 这个啊。刚才讲下面敌人，我敌人我耍下面，不是这样的。你真正爱对心来说，不要简单啦。啊，敌人你虽然你 content 哈、哦，这不是 content， 这是你假设讲你今仔日有这生活，你家己爱满足。你莫想讲哦，迄、那个人遐有钱，我别讲偌济，还是讲你这个。刚才我唔是世界上有钱的人，我要拍片要做世界上有钱的人，这是无需要。这世界你逐项 let go， 因为咱其实咱想讲就无，你想讲你去买一个古董来拆一次，讲这个我的，好、哦、我，那是你的，你若目睭开了，那唔是你的，所以无迄个需要。我过早出国啊，看到真水的图，我那拍表要买了。啊，不要想想讲，反正买看水的图，你去博物馆，你徛伫个图头前，迄、那个
两三分钟，迄张图就是你的，啊，迄就是啊，上好。所以一切都要 let go。那真正会当做到这个境界，就是那基督教是讲 heaven， 啊，这个佛教是讲涅槃啊，涅槃是无？就迄个境界无好做，真正无好做。因为我目睭有看，阮伫塔萨差不多，逐年拢有讲到这个题目。我是唔盲讲，大家拢做会到，不过我唔敢讲大家做不到。就在讲爱继续求知，唔通变烂。世界的知识太多了，我即马感觉讲阮老。暗时无代志，我拢大部分拢在看这个 documentary， 关于自然，关于讲去外口去北极去看了啥，这里这地球你得不了嘛。啊，伫佛教内底讲，贫惰无知是万祸之本啊。所以真正讲爱叫人呐有机会爱读册。啊，目前咱即马了解着，保护环境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紧的代志。因为咱即马人愈侪，环境愈来愈歹，所以咱环境是咱生命的一部分。耶稣讲的听厝边亲像家己，都要包括环境在内底。啊，地球继续暖化，为着子孙啊，咱即马啊，古早是讲过偌侪 million 年以后再无去，反正即个呐。无甲控制，煞太紧，无着，佫无偌久，即款就会发生啦。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较拍拼有查即个环境资源界的资料，是安尼才会真正了解，真正安尼来实行来做。所以结论，信仰是人类都生出来都有的本性，每人爱去选择。家己的信仰，对信仰来，是对信仰来人类来创造生命啦。有人不讲笑话，讲一只狗来，若想讲伊有神的时阵，伊所想的上帝就是狗。所以咱人，所以咱的想象是安尼。每人有选宗教的自由，信仰。自由了，袂当强迫别人改变因的信仰佮宗教。宗教是信仰体制化的人为的产品啦，原意是要为着做人过最好代志。我是感觉这是足好的代志，总是有人利用这来控制别人。所以有一项就是讲，真侪讲宗教佮政治袂当夹杂阵。咱这美国的迄个开国。诶，精神就是安尼，宗教甲政治袂使斗阵，无相款宗教中间爱互相爱了解交流对话，宗教爱用 reasoning 去了解去接受，莫讲盲目将来读啥就是修啥，信仰甲宗教会影响人类，做人也是讲处世的原则，其中上要紧的，就是 love, compassion, empathy, altruism, forgiveness, and letting go。无简单，容易做，容易讲，嘛阁无简单，大家拢爱拍拼做，多谢。